这个 Hippy 将您的右手轻轻的碰一下我们的互动式荧幕，你看，哇，哎，可以跟你握手吗？好酷哦！哎，就是新潮，变现代，哇，哎 ，Hippy 啊，这真的很厉害耶！所以其实就是你用手轻轻去碰一下。然后这个里面的人物就会出来跟你打招呼。我觉得看到那个小时候的干妈店，因为到我这个年代已经都是便利超商了，要去那种小时候外婆家那种乡下乡间才会看到那种干妈店，所以就觉得很回味。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很怀旧，然后很喜欢古物的东西，自己都会有一些古董的发夹，去跳蚤市场搜购一些古董的衣服或者是二手衣，连这一次自己专辑里面也穿了很多的古着，所以来到这种时空隧道，回到以前，就觉得这是我的地方。很开心可以代言黑松汽水，然后它是旧式新潮，就是黑松是一个就是很传统的历史悠久的品牌，可是它推陈出新，然后一直给大家新的刺激跟新的东西，而且更棒的东西，所以有新的口味，然后都有推荐身旁的亲戚朋友姐妹们喝这样子，然后大家都很喜欢新的口味，我觉得很开心。我是喝香槟口味跟柠檬青柠口味的，这两个口味我觉得很好喝。高粱啊也可以试试看啊，因为有时候有一点那种酒精味，而且高粱也是我们金门我们台湾自己本身就是自己产的东西，也可以支持一下。酒量吗？那一天夸下海口之后到现在都还没有控练欸，怎么办？可以练练看，但等一下有通告会不会误事。她是我见过全世界最美最美的新娘，然后真的很漂亮，那婚纱真的也很美啊。我希望她就是很期待婚礼那一天啦，期待就是看着她穿着那个婚纱然后步向红毯，走到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。那一天我在工作，我没有看到，可是她有那个电话 app 我给我看她的照片，我整个眼睛就盈眶了，非常的感动，还是一样美。对，就是你们10周年的那个影片，大家拍出来大家都好惊奇啊，就觉得好感动。那这拍摄状况是怎么样？当天的感想？心情？拍摄状况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就是因为在公司拍，所以有一些同事是真的从10年前就陪我们 SH 一路长大到现在的，所以那个时候我们三个人一起合唱的时候，旁边很多工作人员都感动的流下眼泪了，因为我们三个真的好久好久没有在一起唱歌了。那大家看到我们好像嘻嘻笑笑的很开心，其实我们都是坐着拍的，所以其实 Selina 的脚其实是翘在另外一张椅子上的，以免就是久站会充血，所以她还是蛮辛苦的。可是因为那天真的大家太开心了，所以她就是有点忘却了她那个痛苦这样。